上一份合约自动解除了，这是一份新的合约。我考虑了很久，我想跟你开始一段全新的合作关系。什么呀？具体的，看一下合约。 你的合约又臭又长，我懒得看。那我念给你听：甲方何乔燕在主合同存续期间，对乙方情意愿产生了条例之外的情感，特此补充条款，提出进一步深度的合作，与乙方。 以恋爱关系正式交往，关系确认之后，如果乙方没有什么意见，合同期限可以无限期延长。比方说，一辈子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过，你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我身边了。 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永远留在我身边的理由。